寻味小知识，胡萝卜原产于亚洲西部，十二世纪经伊朗传入中国，现分布于全国各地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，原时始自胡地来，气味微似萝卜，故名胡萝卜，亦由此得名。我又想试下掹啊！你梗系掹唔到啦你！点算啊？掹萝卜你都唔识，揸低呢个头，用力去拔，佢先出嚟噶嘛！太高啦，系我揸得。梗系啦，试过。掹低啲。掹到落大面，好系唔得嘅，咁快点样掹啊？我学习下先。哇，咁犀利嘅，点解？掹翻嗰两个出嚟，点解？呢两个掹唔到噶啦，俾你掹断咗，点掹得出嚟啊？整多个。加油啊，舅父！哎，大萝卜，哎，哇！喂，呢个好得意啊，呢个。够数。大丰收啊，我哋。厨房。